大家好，上课了。大家好。先不，我当弦了。今天是我的当弦的音乐会哈，感谢这个台九线跟那个铁男。好，不管怎么样了，这个输赢胜败今天都结果了哈。你支持谁，不管是上还是下，我想日子还是要过。就是看他们做事情而已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安排了两个乐团，首先第一个是台九线。台九线他们是来自花莲的布农族，台九线知道是在哪里吗？不知道没关系，台九线是一条路，中埔线。那他们主唱呢，马永恩，这个也是很有创作的一个年轻人，他一直在做这个部落的文化方面的一个填调的收集，他也是在做教导年轻人，然后用他的歌去感化他们，去教育他们，是不是这样，永恩？通过，好，你太温柔了你。好，那下半场呢是铁男哈，铁男他也是个原住民的乐团，他是来自屏东的，不过呢他们都旅居在台北。这次呢他们也在这个我的当弦晚会里面，从遥远从台北过来，也非常感谢他们。今天当弦没有什么姜母鸭了哈。也没有什么烧鸡酒，那我们就快快乐乐的。好，那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我没有声音，那我们还是，那我继续再讲下去好了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。原来是醒的啊，你们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掌声，台九线。大家晚安。好久不见了，你们投谁？哎，今天很高兴又来到花莲，来到台东铁花村，然后分享一些我们的音乐，然后我们的创作。那首先第一首歌，来自我们最熟悉的古调，然后这首歌叫做《报战功》。那在唱之前会有一段布农族的古谣，叫做《猎前祭枪歌》，然后分享给你们。Thank you.
山大湾，撒西哈拉海湾，都巴卡岛，马阿斯达达拉，鲁纳尼，耶，马达沙努。Thank you.